刚好，来，二腿准备，回来，胸腹背打开，预备。小手错了，来了，放手。前面腿收回到一点位了吗？再收回来一点。对了，诗雅，打开一点旁腿。韩英，看老师旁边那条脚再打开一下。艾玛也是再打开一点旁边那条腿。对了，然后后背都立起来，刚才特别漂亮啊！老师看到你们整个的状态特别好。哎呦，真美。哎，别歪。先立住了，对，看镜子里自己像不像一棵小树苗，直直的，正正的。